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真光书院，我是中一级真光大使姚永熙，这里是我们学校地下，这里是礼堂，我们平时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会和考试的。这里是我们学校的操场，我们平时都会在这里进行体育堂和打排球的。这里是雨天操场和小食部，平时同学仔小食都在这里买东西的。这里是我们综合体育训练中心，这里是我们的射箭场，平时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射箭堂的。地下就参观完了，我们就交回给一楼的真光大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一级的真光大使郑嘉莉，现在来到一楼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集月阁，我们会在这里做功课，而且也都会在这里看图书。而呢一度就是我哋嘅多用途活动室，上堂嘅时候，我哋亦都可以因应活动而将啲房打通佢，分成唔同嘅空间。而呢一度就是我哋嘅英语课，我哋会喺呢度上英文堂。最后，我哋嚟到多媒体学习中心啦，上电脑堂嘅时候，我哋亦都会喺呢度上嘅。一路我哋就参观完啦，我哋而家交俾二楼嘅真光大使啦。欢迎大家来到二楼，这里就是我们的视觉艺术室，平时我们上视艺堂都会在这里上。这里就是我们的音乐室，平时我们上音乐堂就会在这里上。二楼就来到这里了，现在我们交给三楼的真光大使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一级真光大使孙博雅，我们这里就是图书馆了，我们图书馆的设计是很新颖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落地玻璃，而我们落地玻璃外面就是我们的海景了，这个设计就可以让同学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最尾就是我们的 VR room 了， VR room 可以让同学体验一下虚拟的海底世界。走到嚟呢一度就是我哋嘅家政室啦，我哋平时都会喺呢一度上家政堂，咁每一星期咧我哋会交替一次。除此之外，三楼仲有新嘅演艺厅，同学平时可以喺入边表演、话剧排练，仲有时会举行分享会添。三楼嘅设施已经介绍完毕啦，咁我哋就交俾四楼嘅真光大使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四楼的真光大使钟之月，我今天就来看看学生活动中心。我们平时舞蹈组的同学会在这里练习，也都会在这里进行不同的活动和训练。来到这里就是生物实验室，我们会在这里进行生物课。这里也是另一个生物实验室。去到这里就是地理室，我们平时就会在这里上地理堂。这里就是宗教室，我们有时学生就会在这里进行团体。四楼我们就看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交给五楼的真光大使一起上去看看有什么设施了。欢迎大家来到五楼，我是中一级的真光大使姚永熙。这里是我们的综合科学实验室二号，我们平时都会在这里上下科学堂的。这里是我们的预备室，我们这里是用来准备我们的科学用品的。咁呢個就係綜合科學實驗室一號啦，我哋平時兩個房都會攞嚟做實驗嘅。咁啦，我哋就睇完啦，而家我哋嚟就交俾六樓嘅真光大使啦。歡迎嚟到六樓，我係六樓嘅真光大使，我叫吳佩芝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嘅校史室，呢度咧係有好多學校嘅歷史同埋好多資料嘅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嘅物理實驗室，我哋咧有陣時上物理就會喺呢度上噶啦。这里都是我们的物理实验室，这里就是我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室。六楼就来到这里了，我们就交给七楼的真光大使了。我们来到七楼，这里有乐团演练室，平时同学就是在这里练习的了。这里就是会议室，老师平时就是在这里开会的。这里就是真光堂了，平时呢就会进行不同的考试啦，或者是举办一些聚会的。我们全个真光校园都行完了，
希望大家看完这条片之后会对我们的学校有所认识啦。